超过肩宽就要扣0.3分了。他在跟邓琳琳拥抱，因为他们也结束了他们的女子全能决赛的4项的比赛。画面上看到是邓琳琳刚才的跳码，跳4.32，也就是个5.0的气瓶。跳马得到了14.234分，总分55.168分。目前他的排名超过了第一组的前面几位上场的运动员。我们来等一下黄慧丹的成绩。转体这个动作其实并不像大家想。